到股市幸运星，现场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标股女王林信荣林副总，幸运星女神好，雨晴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股市幸运星永诚投顾副总林信荣林老师。哇靠，林吉吉，台股烧滚滚啊！可是很多人就说，女神刚有烧滚滚，明明今天台股是下跌啊，你哪讲烧滚滚？那是因为你有没有来到女神的演讲会看一看？看完演讲会，你真的今天就会热热热，嗨嗨嗨，嗨翻天哦！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参加老师演讲会一场10000，你都该给我。何止一万？我觉得，我觉得真的是哈，你付个就算6位数都划算，因为你真的会被锁到发疯，不只是玩到疯、赚到疯，锁到疯哎、欸！很多粉丝说：“老师你好恐怖哦，真的很猛哎、欸！”老师礼拜六的演讲会讲下去之后，礼拜一可以买，礼拜二可以买，真的买完之后，好事就给它发生、发生再发生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每天涨的都不一样，但是涨的就是在我。女神演讲会里头告诉你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热钱就在那儿 啊，我在这儿涨停，我在那儿涨停，这儿有那儿有，它再怎么样也逃不出女神的手掌心。真的，来，先来狂贺猛贺一下，今天什么东西涨停板你知道吗？今天好多涨停板，女神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呢。我们从昨天延续的，好。无形的玩到疯，有我说过无形的会很凶猛，是的，来无形的，这是不是演讲会给大家的女生告诉大家哈，我们要这个无形的虚拟世界里头哦，真的是玩到发疯。然后老师跟大家说，这个哈、叫做元宇宙，对不对？这是两个集，这是一个集团，它竟然还没发作哦，哈，等着看，不代表以后不会发作哦，等着看。来，先发作的会是形而上的，叫做无形的玩到发疯的，在你脑袋里。冲击，冲击，再冲击，榨干你的钱的，来6111的大禹资，我的老天爷啊，女生，这个大禹资真的是。再看昨天是不是亮灯涨停板？我还没亮灯给大家的哦。对，上礼拜六没有亮灯，礼拜一也没有亮灯哦。上个礼拜六还黑黑的哦，绿绿的哦，哈。上礼拜六安内啊，老师你的股票好丑哦，来。啊，礼拜一还在往下、哦。我说买黑哦，礼拜二有没有？还有机会上车哦。昨天礼拜三亮灯涨停板，今天礼拜四，我跟你讲，从四涨到五，昨天有，今天不好意思，59.2直接锁起来，再来一根涨停板，两天两根涨停板，恭喜发财，发大财了，不止这样而已哦。然后有形的，等一下再跟你说，刚刚也有说字卡，字卡里面给你是谁？2465的立台，这个也是在虚拟世界拿下辉达 AI 虚拟协作，立台2465，我们先看一下。我们先看无形的2465，女生，你说龙王后虚拟世界就3只，今天有没有亮灯锁涨停？今天又是昨天跟大家说这个叫板卡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吃辉达，但是它会带动什么？带动龙王后啊。对啊，等一下这张先不要换，来，好，我们继续看。我们一定要吼，让你知道吼发生什么代志，为什么这支也压起来，然后带动整个板卡族群。我昨天在银学堂也有教，对不对？来，你有没有发现昨天我在演讲会的时候给你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来，36块左右。C， 昨天多少了？前天哦，昨天已经到40了，亮灯40了，涨停40块了。今天呢，不好意思，44.2，44顺利哦，锁起来，恭喜发财了。我打开没有锁，但12612张。你看了演讲会，你都锁得到这两只，你通通锁得到。没看演讲会的，昨天老师说这只会跟着他动，玩叮咚一起玩、哦，还有一只龙。5386的青云，昨天背不出来，今天就长得比较没有那么凶，差一毛钱。我们两个这个对，昨天在想龙啊龙，青云这条龙啊，你有发现锁最紧的叫做立台？是啊，因为女神就是清点的立台，因为她拿辉达的平台，拿辉达的单嘛，对啊，她的虚拟平台嘛，啊，是不是在虚拟世界玩？我就说过有形无形嘛，就是无形会飙很凶，我天天给你飙涨停，有啊，会玩有影不？有啊。来，好事就发生。然后我也说，它会带动整个游戏族群。是啊，我们看一下游戏族群。你看这龙王后底加哈阿狗嘞，来大禹资亮灯涨停板锁第二根喽。我说他卖脑袋的，卖 IP 的，卖给大陆嘛。哎呀，那我们说的《仙剑奇侠传》啊，玩到疯，随便就贡献 EPS 7块钱。那个 IP 哈，对不对？也不得了，好辣椒，也是跟香港大陆那边是辣翻天，辣来辣去的网龙，对不对？今天网龙还有一个新的消息，它有新游戏要上市，在12月12号哦。然后再来的传奇有没有都是线上游戏 ？Oh my god， 线上游戏还有这个星象，星象哪一档没涨？哪一档没涨？还有那个星象很好玩，怎么了？大陆解封对不对？对啊，玩到疯了哈。
星象很好玩，你们知道星象做什么？你知道？我说嘛，他有做这个我们讲的大富翁啦，然后明星三缺一啦，他是比较偏博弈类的，对，还有什么金虎爷啦、金猴爷、金高黑、金虎牙啦，哈，听起来就怂又有力，但是就觉得很想玩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现在世足赛打成这样，为什么打成这样吗？因为很好赌。我妈妈每天都看那个世足，然后去买那个运彩，最近运彩那个金额营收创新高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是啊。好，那大陆他们在关了一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关到今天，其实不止关一年呢，他们差不多2022到现在他们2009开始关，对，关了三年，三年，儿子都会走路，要上幼稚园了。这一放出来，我跟你讲，爸爸很久没有赌了，要去找那个游戏机台，不赶快给他玩一下哈，实在是对不起自己了。他呢，基本上就是做那个博弈机，就是博弈的，光博弈就拍一天博弈，博弈机台，博弈机台的，好久没有赌了，全身发痒。那这个东西在未来需求也会长大，这就是我跟你讲。无形的虚拟世界，真的，你的精神被关注是会疯掉的，所以一定要解放、释放到虚拟的世界去玩到疯啊！对，所以这个族群，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那个啊？你去看它的形态，贵州龙水当当啊！对呀、啊，那也不是说我叫谁长就可以长，我叫大禹之长他就长吗？你当我是神呐、啊？但是女神发现了他，而且在演讲会告诉大家了，我关起门来有没有给你这个？我有给一串吗？没有嘛？就这几档。那你看带领的这个，我们刚刚讲的，从立台、汉讯、青云，全部亮灯一闪，然后再来这个。整个游戏类股也带动上来了，风风风你看着好了，股也在起笑。女神，脑袋要玩，心灵要玩、啊，我身体更要玩啊！我的身体就是必须的、啊，身体不能不玩啊！我就说过，人类很低等啊！来，消来胜，来有形玩到风有哪一些？哇呀、啊！机票买起来，天上飞的，飞出去，海里游的，你看这里哪里涨没涨？真的耶！对呀、啊，真的是玩到疯哦。昨天好多粉丝跟我说，老师那个长荣哦都不会涨，那个阳明都不会涨，万海、阳明的要不要给他砍掉？你砍掉今天就无准了，今天开始涨。这女生，我们一档一档看一下吧。我们海里游的先看一下好。好啦，我们简单看一下，因为时间也是有限。我们看海里游的，天上飞的本来机票就是有涨价嘛、一票难求。那长荣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收最高？是，乖乖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昨天一个大黑 K， 对、啊、来我们看一下 PF 八。好，直接看，来看一下。昨天洗到这样子没人性，你知道吗？洗到很多人受不了，快要准备预备要砍出去的时候。昨天我接到好多电话，通通在问这一档。老师，我受不了了，这已经坏掉了，可不可砍掉？坏消息很多，我说不用砍了，要砍也不砍在这里了。老师会给你砍在美美的地方，换股换在美美的地方，换股不要急好不好？女神对不对？每天都买有涨停板，你说老师有没有？老师今天有没有？就是有啊。大禹之有没有两天两根涨停板？立台有涨停板，然后那个我们讲的整个立台，你看整组、啊、整个板卡，我总给你设起来了，怎么样？来看一下，来长荣，而且我讲有形无形，不是今天才讲哦。上麻烦你。上礼拜 听演讲会自己看、演讲会懒得听，你在之前的节目拜托你去听一听，然后不要当老师重讲。你发现今天有没有一根红 K？ 是、然后基本上你要知道、有的人是坐飞机去玩，对啊，有的人要坐船去玩哦。然后呢，你没有人没出去玩，钱已经出去玩，买的东西要不要送进来？运过来，你的圣诞礼物有没有运回来？啊，那你那，你的圣那个元旦的礼物有没有运来？啊，新年的新衣服有没有在船上正在飘、啊？不要告诉我你最近都没有花钱，我不信的。怎么可能？我都已经买到手脚都绑起来了。对啊，我已经买到不知道穿哪一件衣服好了。真的买到疯了。好，那你看阳明形态漂不漂亮？你自己说嘛，摸着良心说嘛，这形态有睡不嘛？万海嘛，这里面有包金包。包赢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好，那你们发现天上飞的、海里游的，通通出来，连小船都在动了。对呀、啊，来看台船，那台船好玩，我稍微点一下哦。台船有故事哦。我演讲会有讲这只，有只讲一艘船，就叫台船。哎呦，好强哦！我的妈呀！对呀、啊，你看看，这形态，这就是女神钦点的啊！啊，演讲会要分享。但是女神，我记得你说。我记得你说台船啊，它是造军舰，类军工，类军工哈。它之前本来是商船，对，不够。还好，他想要赚更多，是贪财的台船，很好，很好。我喜歡那很多人说，老师台船财报很差，老师你这烂老师，给人家财报这么差的，我来讲这叫做历史啊，你有读册不哈？你有读册不？来，他历史差，他有没有跌？没有啊，有啦，过去有跌啦，有跌了一段，十月之前呐、啊，你看大盘跌一年呐、啊，他历史差，他可不可以从三十几块跌到三十几块、哦？同意吧？趋势不会一天改变，也不会一天成型，他趋势有没有改变？由空翻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也不讲你怎么知，就是他去赚政府的钱，他去做军舰，对哦，类军工是这样一类下去，有没有涨一波？有，对不对？赚到了吧？然后我跟你讲，还有一波要来，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昨天你们在睡觉的时候，
又有什么事发生？又发生了。我最喜欢在你们睡觉的时候跟外面联络。女神半夜都不睡觉，你知道吗？女神半夜都火眼金睛，挖很多的新资讯，第一手资讯、啊、没人发现你在睡觉，女神在用功啦。我跟萧强一样，每天只睡一个小时。真的，你知道女神哇拼命吼，大家都好命啦。萧强可以那么瘦，我可以这么夯拎，我也不觉得很奇怪。来，中油大家听过吧？中油知道啊。对，那个油槽非常大，非常大的一种工程，这政府工程。对，你知道最近他们要做几个油槽，你知道？李泽拉，26座油槽，做26座油槽，你知道花多少钱吗？光是签约金就48亿，哇、wow, 哦！大家都在抢标，是啊，这家拿去了。台船资本额才93亿，他抢到了那46亿的标案，对，48亿，少两亿已经偷了。太神哦！哎呦，多偷了一失忆跟回忆。好，48亿，48亿，等于是他半个股本。Oh my god！对啊，好补哦。那你还在看过去报表？一口气补半个。过去他没造军舰，过去他也没拿标案，他这样跌合不合理？当然合理啊，因为其实我们说实在的，景气不好啊。他有没有修正？有。结果你还用过去心在做股票，我已经看到，我妈呀，你造军舰啊，造、哦、造这个潜水艇、啊，还造油槽啊，还油槽，而且得标。昨天晚上得标了，48亿。对，我们看光看他11月的营收就好，基本上他那个时候还没拿到标案的营收，军舰也还没造好，他的营收就已经高达200亿。两百个亿是什么概念？来，他的股本93亿，超过两个股本了，那你还怀疑吗？而且年增率已经是8%，8%多了，你会发现一定拍镜变好镜，拍跌一定出好顺啊。懂了，他已经转运了啦，脾气太来。你给我动作论。没那会塞，哈，股论就是歪掉的笋子。我娘说的，起码是好顺呐，好顺好顺。要改，所以有个概念，台船是商船，是它也是军类军舰，哈，类军工。那么它还做离岸风电，真正电。接政府的标案哦，离岸风电它也有涉猎，跟政府可能还不错。哇、哦，原来如此、这个船不是容易的，爱之船 哦。然后现在它又石化基础建设、哦，你看老师演讲会给你的 only one 一条船，是不是就是它？真的很猛哎、欸，这条船不得了哎、欸！演讲会给你的时候是绿油油哦，你赶紧夸五百不？一开头哟，现在不好意思啊，两个铜板呢，嘿，恭喜恭喜恭喜、哦、恭喜、哦、啊！二开头也很便宜啊，才20块左右而已啊。铜板股真委屈，便宜死，拿这么便宜死。女生讲三次，拿了这么多标案，股价居然才2个铜板，你说说看。是好，那这个是在于小船当中，女生唯一在演讲会有讲到的这一条船。对，我只讲到这条船，我说它是类军工概念股，没有人知道。请你留意哦，那彩虹里边，老师当时暗暗跟你讲。对啊，那起码我说说，船继续看好不好？好啊，继续看啊。啊，还有惠阳啊，中航啊，我们就不要一只一只打了哈、欸，我们用这样你自己去看。演喜鹊的台华头，台华今天也发作啦、啊、有没有？哦，中航啦、啊，惠阳啦、啊，台船，这个是小只的，一直游、一直游。对，管它是造军舰的还是坐商船的，大船小船通通动。哎呀、啊，大机也大台诶，细台诶。对，啊，这天上飞的，海里游的，玩到有形的玩到风啊，接下来订机票，股市以后涨到风里。信不信？我信，现在就已经感受到了、啊，已经快赚到风，锁到风了啊！对啊，你还在那边烦恼，烦到风，锁到风，烦恼99.99是自找 的，不想赚钱也是99.99自己不想的。我说过，你要愿有多大，你力就有多大，你想赚钱你就来定估值，真的，来好好的标股重压、嗯，来好好的集中持股，有那么难吗？集中持股，正知正念正信心，对，正信心正执行力，来涨停或涨不停，龙五号，今天12月15号，看清楚、这里哪里一档。没涨停，玩到发疯，挡挡亮红灯，老爷啦，嗯，亿飞王、三富啦，凤凰旅行社、雄狮啊，你在网上订票啦，公瓦固啊，去旅行社买票，你通通都要啊，你要飞出去玩，啊、你是不是要买机票？公瓦固有形会涨，无形会涨，电子股也会涨，台积电还会给你填息。女神有没有预告？好朋友冰玉啊，你真的站出来给女神看个赞，你今天看台积电有没有填息？再卖啊，赞。再卖啊！就跟你讲，横向整理的急什么？昨天配9块给你啊，今天再上来2.75块，现在11块半，对呀、啊，够意思了吧？够意思了吧？感谢女神，感恩女神。重点是昨天女神就预告她会填息，她填了没？填息了。真的好朋友，前天就叫你不要卖了，开金口，我就跟你说哈，他会填息，因为他已经先跌完了，就昨天就送你9块，今天再来，今天再来个填息，不是想要填息吗？填给你看啊，漂亮，对不对？感恩女神，赞叹女神，啊、就谈谈有没有问题？那你看那2454联发科，发哥。联发科是不是下来、啊、就被调降平等啊、高盛嘛、又是外资嘛、那我教你们啊，这招你们都学起来，高档 ID 档
低档条件平等，低档放利空。嘿，那你自己说，自己看着办，就不用我说了，懂不懂？自己看着办，我只告诉你，不要跌了就怕，好不好？真是的，明白了。所以说，你看女生演讲会跟大家无私分享，不论是有形的、无形的，玩到发疯，赚到发疯，锁到发疯。是啊，跟我女生啊，类军工啊，类军工啊，老师演讲会了啦，来看一下，嗯。类军工概念股、我们直接来一档一档看好了啦。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从那只虎开始，8033的雷虎。哇！一月一号，我是不是带我的小金球来？是帮大家加持。我说他姓雷，他真的姓雷，因为他爸姓雷。然后基本上呢，他是一只猫。我说以后他变老虎。他本来是一只小小猫，他本来一个月大这么小一个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打，在打，在打架，几百公克而已。对啊，现在大概有4公斤。不，这不用。女生很会养。越来越大。好，那这只雷虎今天有没有再来一根涨停板？好可怕，锁单48441张，七早八早，你还在刷牙洗脸，他就叮咚了啦。老师演讲会有没有讲到他？哇、啊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强的还是这个。是啊，那还有谁？1810啊，合成。合成继续锁类军工马桶军工概念股，不是军人要用的。他锁的比猛虎还要早、欸。是啊，今天也是9:18，一下就到底锁没有开，还有一只哦。今天锁单126717张，你看，来攻击这种卖棒康，你是听阿伯你真的对呀、啊？你不要跟他看，我就说，其实我们赚钱哈、要。就是说，懂得赞叹人家赚钱。如果今天人家锁锁锁锁锁，你就跟着他锁就好。嗯，这么简单，你为什么倒着做？形态都没有破坏嘛。跟着趋势走，财富自然有。我的理念很简单，叫做无助身心操盘法。咱只跟着钱走，只跟着趋势走，只跟着标股走。你就跟着女神盯标股、买标股、赚标股，就这么简单，有难吗？你如果怕什么，你就直接跟着女神走啊！你财富自然有，跟着女神走很简单。小老鼠 HAPPY 1788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或拨打02-5423-5555，跟着女神走，财富自然有。你看看合成有没有叮咚叮咚？啊、连今天女神。女生今天中午地震欸，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节目说，摇得好厉害，然后我就要摇到我就怕怕欸，结果我想不到啊，结果地震那样摇啊摇啊，摇嘞摇嘞摇嘞摇，宝妹给摇到涨停板，欸，他被关起来啊，我就跟你说我又拿黄牌啦，那姐姐常常在拿黄牌啊，习惯了啦，对啊对啊，免怕免怕，拿牌就表示说它是标股嘛，是啊是啊，不要被罚去坐冷板凳这样就好，懂了，摇到涨停板了哈，好朋友们，哎呀，爆哭啊！哭哭啊！好懂了。所以现在好朋友跟着女生走，财富自然有。是，你要知道行情真的很好，热情真的一直有啊！你要做什么动作？集中持股，跟着女神，让呢你的持股变财富。你看女神光是演讲会，小金球帮你加持完之后，当当喷涨停涨不停，大禹资2天2根涨停板，立台2天2根涨停板啊！你看看这些类军工啊、军工啊，全部当当锁锁锁。是的，你还不知道这个行情很好吗？行情真的很好哎、你还不赶快动作快一点吗？02-5423-5555，赶快跟上来！你想要订购，给你想要标股重要，你想女神清淡，通通行，打电话进来02-5423-5555。股市新明星 Light 生活圈还没有加入的朋友，现在立即搜寻小老鼠 HAPPY 1788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您将可以获得每天最新的广播节目以及 YouTube 影音节目的随点随听、随点随看。同时也别忘了订阅幸运女神来驾到林信荣分析师专属的个人 YouTube 影音频道，幸运女神来驾到，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哦。有没有飙飙飙翻飙翻天？有机之长嘎倍长，是老师在演讲会给大家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那你们发现宝益涨停、金刚涨停、合成涨停、雷虎涨停，这一张只有4只股票，一甩全部涨停，全部亮灯，而且都是上礼拜六演讲会，一字未改，就是这一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黑的给大家买啊？你都可以红红的锁在红光涨停里。我都说这种东西是嘎的，不要空。好、你想追可以一样锁锁锁锁。恭喜发财发大财！价差我懒得拉了啦哈。类军工整组也带起来。10月1号就给大家。类军工我不是跟你讲，拍档拍铁唔通提出来卖。钢铁铜全部也都涨起来了。拍谁自己涨？
我跟你说加大给10块齁，拍摄我跟你说加大给10%，真正给你收起来。对啊，又涨停了耶。欸，前天涨停，今天再涨停耶。是啊，这些也全部都涨。类军工，类军工，整数整数概念股，恭喜发财，发大财，女神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看，在那个地震摇啊摇，不只是把宝益妹妹摇上去了，把那个啦，我们的苹果也摇上去了，就喊了呢。摇摇摇摇的时候啊，他攀成这样，我们大资金的会员整个傻眼哎。对啊。真的夸张哎！地震说今天好像涨那个游戏类股啊，哈，涨啊，涨这个军工啊，哈，结果哈，然后呢，没想到连苹果都摇上去了，不止游戏涨，军工涨，连他摆在那边忘记了的苹果还在继续涨，因为我叫他们都不用卖了。是，我为什么要卖？我500多块买的，我为什么要卖？对啊，你知道596哦，你500多块买了，600块卖掉，那再喷出去，你再买回来嘛？我就不做这种事，因为我贪心，500多买。五涨到六，六涨到七，七涨到八，八涨到现在，八八九，对，发发九，有钱人就是喜欢这样，又发又久，真的对对发得长长久久，一张涨了293块，一张将近300万，对，一张我们算300万，好，好不好将近300万了，十张叫300万。你本来500多万已经变成889万了，你说要变1000万难不难？我觉得不难了。过去人家是2000斤，不是一个千斤，2240的。那我们说高速传输系统，嗯，晶片非常重要，因为它非常具有竞争力。是，虽然今天联发科被调降平等，但是你看着好。你等着看，好，慢慢来。地挡放利空，嘿呀、啊，来来来，好，所以呢，恭喜大苹果今天又再次的创高，而且收最高甩尾，太漂亮！涨完一波再来一波。你自己说它为什么会涨？波波高，波波高，波波太漂亮啊！对呀、啊，你看那外资啊，投信啊，跟你们调降平等啊，降到500块，自己在买啊，降到800多了，昨天还在买啊，你看、降到500对不对？昨天投信也买啊，昨天还800多块、欸。那昨天不是压下来吗？投信有没有买？外资有没有买？有，外资买了快300张啊！结果管理员讲500块，结果现在快900了。有啊，在一个眨眼，搞不好就要上变千金股呢。是啊，然后阿哥五哦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来6679。哎、欸，女神，你说了，联发科当中，联发科的子公司当中，唯一只要留意这一档就好了。对，这一点就是联电集团，外加他爸是联发科，有富爸爸。对，联发科，照理讲，爸被调降平等，这只应该不会涨，对不对？我照涨，强的嘞。然后你记得吗？这个是礼拜五我给大家的。上周五、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上周五黑 K 的时候你，这个哈、哦、外资跟投信都还没有买给你看的时候哦，哈、你有没有？是外资有买一些。好，礼拜五那一天黑 K 210块左右，对不对？我们是210，好不好？好，210。那么礼拜。一，我礼拜五叫你不要卖，这次会涨。我有没有直接讲？说留意就为什么？我说人家库藏股公司在压低吃货。然后我也说他是麦克风之王，微机电麦克风之王，对不对？台湾最大的就是他嘛，龙头啊！他全球市占率40%啦，龙头啊！哎、欸，全球市占率40%，几乎全球最大，一半差不多都是他在做了。啊，结果吼啊，便宜成这个样子啊！可是重点，他很会赚钱呢，他毛利很高。我就是 OK 啊，400几块，400够啦，剩跌到100，怎么剩200块左右啦？200块左右啦，然后再给你调降平等啦，然后他们实施2次库藏股啦。我跟你讲啦，7月份买一次啦。啊，买不够哦，可以啦，再来11月1200股，7月份啦，你看这里了，给你买一次啦。然后呢，11月再猛买一次啦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买的这2次就是差不多这个价？对，公司买那么多干嘛？哇塞！啊，人家那个空金高包赢，那你看老师几乎最低点给你讲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来礼拜五对不对？215好，演讲会的前一天，我也不忘记要照顾普罗大众。来隔一天215，再隔一天223，再隔一天昨天236喽，今天不好意思245.5，再创新高。来一张35,000，35块，10张35万，恭喜发财！而且一切才刚开始，他今天刚好把这个平台给突破了，然后今天的量，今天的量有增加为2196，但有没有爆量？没有、哦。那这一个我们讲这个大量区呢，基本上在226早就过了，它哈、少少的量就把大的量给吃掉了，吃掉了。那好事会不会发生？肯定喽、哦。昨天晚上好事就发生了，又是大家在睡觉的时候。女神，你昨天晚上不睡觉？我长那么困呢、整晚没睡觉，你都在挖这些金银。亲爱的投资朋友啊，我为着恁真正吼，一代健康终不悔呀、真是的。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吗？啥事？你们知道苹果的新版，苹果都用 iOS 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、，iOS 不管是手机啊什么啊，有很多人用手机去看电视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它只要连起来，还有电脑，对。iOS 系统还有我们讲电视的 TVOS 系统，这个新系统都是16.2的哈，
两个都是16.2的。那因为解封之后，苹果想很多事情。他想说大家都关到疯了嘛，对不对？出来要咻咻的，要欢唱一下，必须要呐喊嘶吼一下，所以就开始有 Apple Music 有推出所谓的唱歌开唱功能。所以你知道，我才讲全球最大的市占率40%，台湾 number one 的就是这一个裕泰。那他做的是数位麦克风的微机电晶片。欸，这很重要呢，你必须要有那个晶片，你麦克风才能够唱啊，你才能够有声音传出去啊。是啊，你没有那个晶片，你无法控制啊，你根本不能用啊。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家库藏股，而且它是龙头股。为什么要人家连买三天？库藏股买不停哦，便宜啊，400多块500块啊，叫你买啊，200块叫你砍啊，自己偷偷买啊。你看老师有没有滴滴的无私分享？哎，对啊，恭喜大家，价差35块，好开心，一切都才刚开始。是啊，你看看女神真的是开心，能帮到大家真的很开心，大家赚大钱捐小钱，是感恩女神，女神真的是非常善良。这个还有机会，还没，第一波压力会在这儿。你看我，你看公阿伯公啊，但是记得压力也不大，为什么？成交量才217，2117张，今天的成交量已经。超过它了，已经超过了。对，我们讲量比价先行，我们小量已经可以克服大量了，你懂吗？明白了。对对对，一切都才刚开始。对，现在行情真的很好，热钱真的很丰富，而且你只要能够掌握住这个行情，跟着女神走，财富自然有。集中持股，你想跟女神定高低也好，你想跟女神标股重压也好，甚至想要女神亲自带领清代也好，没问题。广告电话直接拨通02-2542-3555 02-2542-3555，因为现在真的很好赚，而且你看看，不论是裕泰也好，不论是我们那颗大苹果，你光是拥有大苹果，今年过年我跟你说过个肥年啦。大苹果的话，你的50几万，已经变快90万了啊。88,989,889,快要90万，我算成百万好了，596万变成889万，你看看，我们试试看年前能不能搞一个1000万来花花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啦，你要孝敬父母啦，你要安泰做啦，你这个过年会很开心啊！会员哈订高低啦，订下去啊，或者是标股锁单啦，各个层级的会员、清代会员来跟好跟紧。好，老师有四正念，第一念是什么？正知。第二呢？正念。第三呢？正信心。然后最后正执行力，非赚不可。强迫你赚不可，必须 要有愿才有力，然后信愿行，这个行情不错啊！你在想什么？你没看到涨到风，对不对？行情很好，肋骨轮动啊，热钱很多。你记得买黑不买红哈、啊？懂？老师分享的股票都在首页哈、啊。那如果不知道怎么买，这跟上女神02-2542-355502-2542-3555，跟着女神走，财富自然有。或加入小老鼠 HAPPY1788，小老鼠 Happy1788，跟好跟紧跟宝来，跟着女神走，财富自然有。再次感谢永诚国际投顾标股女王林信荣林副总和好朋友做的分享，感谢幸运星女神，谢谢雨晴，谢谢全国的投资朋友，不要忘了幸运之星在永诚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老师祝全国的投资朋友支支涨停板，跟着我们一起来订购机。股市幸运星 Light 生活圈还没有加入的朋友，现在立即搜寻小老鼠 HAPPY 1788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您将可以获得每天最新的广播节目以及 YouTube 影音节目的随点随听、随点随看。同时也别忘了订阅幸运女神来驾到林信荣分析师专属的个人 YouTube 影音频道，幸运女神来驾到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哦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